今天要追哪个女生啊？那个电竞少女啊。这盘一定能吃鸡。哼，我懂。哎，草丛里有人呢。嗯，什么情况？怎么断网了？抱歉，美女，刚才路由器出了点故障，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。你们电网也太差了吧！我本来都要吃鸡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为了表示歉意，吃鸡就能免单，还有礼物哦。真的呀？嗯，对，小蛙，出神入化，讨论。哎，神枪手你又来了。对了，组队吃鸡也是有奖励的哦。Hello， 可以带我吃鸡吗？可以啊，不过我有什么好处呢？吃鸡的话会有礼物哦。上线。用这个 iQOO ZX 吧，高通骁龙处理器，120赫兹竞速屏，5G 流畅先锋，一点都不卡，很容易吃鸡哦。性能那么高都敢给我呀？这才1000多而已，快上线。啊，我倒下了。我来了。实力不够，带练来凑。耶，我终于吃鸡了。嗯哼，恭喜，这是送你们的公仔。怎么就一个呀？嗯哼，我的礼物呢？只有一个怎么办？娃娃归你，你归我。爱哭在手，美女到手。